然后突然又关掉了。这么多儿童节快乐，直接解封。我要看一下我到底在跟谁跑。那拜拜，我自己坐车走。天子板子全下，可以够怂，牛逼！100万个死，等会儿一套把你带走。快急了！我刚才佣兵是在这边修，他弹过来了，这弹的真秀啊！不打洞，佣兵不知道想干嘛，反正你们缺一台电机，好吧。哎呦，不行，中间不能吐，这被挡住。佣兵修，挑枪就。
动手打就打呀！天哪！这个你还是得回去，这边要杀我。佣兵没倒。二号机，二号机。有点木马。老头子。他妈过自然了，咱别走一块儿，咱别走一块儿。他扎人狠了。哎，鼠标怎么回事？黑妹，守一下电机。感觉有点卡。
哇，好快啊！怎么机械师没死啊？ 哎呦，跳地下了！我靠，我以为耳鸣那是佣兵呢，他开门走了。 感觉不需要带闪现啊，不如带传送。对，要好。能开吗？他挂我应该能开吧？挂地下室的。开不了，我刚刚走过来。看着啊，看着。够吗？ 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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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开了，反正我晕几下，但是没用啊。那意义在哪儿呢？我们要去探一趟吧，算了算了，一刀斩。哈哈哈哈，怎么开？地下室，拿头斩。地下室开局五秒死，能听不透吗？对吧？他妈鸟是不是还没好呢？我在想这个问题。没好，没好，没好，太快了。要刚回来。五秒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摸到机子，然后他就死了，我还在那边。 哎呦，他妈感觉这个鼠标灵敏度怎么这么快呀？是我错觉吧？哎？ 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人真的是摊机子呀，那是摊出了，摊成瓜皮。 还不套鸟吗？我靠！
刚刚是被摸起来了。哎，我在干嘛啊？过年了，哇，这个里面能躲狙的吗？原来手上还有东西没？没了。省一个特音器吧。反正不着急，喵！真是。好卡，我靠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刀没打出去？
哎，不是你这，总是的莫名其妙撞。佣兵转没打上啊。打死了，重启了。借尸先知就是前锋，应该算是最恐怖的阵容。我也觉得是当真。我刷牌无所谓。刷了一个牌。真的假的？这都没打着。
开个洞，任务完成。它这个螺旋有些是会吸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像空气墙一样，有些凸出来一个小角，它都会吸你。哎呀，给你个洞你都不钻，给你个洞你都不钻，让你赢你都不赢。我不钻洞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空刀了？我弹射前锋，我这叫跑马拉松吗？
在二楼吧，第二名。二楼等队友死了。你都是秒老怪，说啥呢？不要狡辩。没有，你得这么说。你要说你能砸一个板，他今生你吃恐惧震慑了，你说你以为他是 TK OK 没问题？我仔细想了想，他带啥技能好像没啥关系啊。对，就跟你说有啥关系呢？